边个的学校主要分了红、蓝、绿的颜色？我们现在来到校服区啦。只要跟回学校的颜色买外套就可以了。而校裙呢，就呢通常呢分了黑色和灰色，我间学校就两只色都可以，可以自己选着连身裙和半截裙、八截裙都可以，女仔可以选择着长裤。哇，这里有好多款校服选啊，我们选好了。灰色的连身裙靓不靓啊？真的，这套是第二套校服。我就是着紧这套灰色衫那条折折折半截裙，家姐就是着紧那条星星半截裙。我那条是黑色的，是不是好型呢？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给个 like 我们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channel 啊，又记得按我们的钟仔。